嗨，欢迎来到自然音标 Funny Funny。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是短母音 a， 短母音 a 以及有声子音 m 的组合。短母音 a 以及有声子音 m 的组合。来，我们先看，当你的英文字尾的最后两个字在单音节的时候，在单音节的时候，如果它是 AM 的组合， A 以及 M 的组合，而 A 在短母音，它会发出 A A A， 而 M 在字尾则发出 M 所以 AM M M M。OK， 那我们知道母音 A 是一个 V， 是一个 vowel， 而子音 M 有声子音 M 它是一个 consonant， 所以在字尾它我们也可以称它是一个 V 加 C 的组合，也就是 V 加 C 的组合。AM M M M， 好，好，我们来看看，在前面我们有 AM M。以及 dam, ham, jam, ram, yam, clam, cram, gram。 我们第二页这边有 scam, slam, swam 这几个单字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组合，除了第一个 am, am 的组合外， dam 也就是一个 cvcC 加 VC 的组合， CVC 也是就是 C 加 VC 的组合，也就是一个 consonant 加一个 vowel 再加一个 consonant， 而这个母子音也就是 vowel 加 consonant 在字尾，由一个子音带头，如 ham jam ram yam 这四个字开头，都是一个子音搭配一组母子音在字尾。比较特别的就是 ram 以及 yam 这两个，好，这两个我们是由假性母音 r 以及假性母音 y 做字头开头的字。再来，我们也有下面也有 clam cram gram 这几组单字，而这几组单字它就是 ccvc 的组合，也就是 c 加 c 再加 v 再加 cC 加 C， 也就是 CL 开头，再加我们的母子音 AM 做在单音节时做一个结音发声，所以我们会有两个在前，两个在后。而 CL 我们会也会发成 c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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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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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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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r， 再来我们后面的 SC sk sk。sk， 以及我们的 s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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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l， 以及我们的 s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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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w。 在自然音标的发音方式中， cl 发音有点近似于 kk 音标的 k 有声，我们的 k 这个音再加 l 啊，发出 cl 这个音 cl 这个音啊，也就是一个 k 再加一个有声子音 l 再加一个轻母音 e， 发出有点像 cl cl cl。 同样的 cr 念起来像有点接近我们音标中标示法的 cr cr cr， gr 则标示像我们音标中的 g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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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以及我们的 sl 标示我们的发音方式有点近似于 sl sl sl， sw 有点叫 sw sw sw， 但是这是自然发音的方式啊，音标中并不是真的标示为 sl 以及 sw 啊，只是我们在教自然发音时比较常常会教学生 sl 就念 sl sw 就念 sw 啊，这种类似的发音，像 gr 就 gr，CR 就 cr，CL 就 cl，
这样子的发音方式。好，我们再一遍复习。今天复习的单字是，我们的复习的组合是 A 加 M， 啊，母子音在单音节 A 加 M， 而 A 则发出短母音的 A， 短母音的 A。好 ，A 加 M，A 加 M 的这个母子音，这个 V 加 C 的组合，在短母音 A 发出 A 这个蝴蝶音，好，再加一个 M， 好，这个结尾音 A N M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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这个发音。再一遍，我们来发音 M Dam。Ham, jam, ram, yam, clam, cram, gram, scam, slam, swam. 好，谢谢。